是以头顶树还是头着地翻滚，他都驾轻就熟，从小对武术情有独钟，尤其对于铁头功更是钟情。头顶开转，或者那个头开玻璃瓶那种，就加强那个头顶的硬度，应该是一个月应该有15天在练的，大概每一次大概也是差不多有接近也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。4年前，他为了精益求精，开始加强铁头功的训练，但与此同时，他的头发却越来越稀疏。我朋友说：“哦，这你头发的全都稀疏。”我看了一下镜子，哎，还真的稀疏了。然后我反正就真的有点难看，所以我就不敢练。虽然停止练铁头功，但头发却没有因此增长，反而越掉越多，让他心里发慌，急着找医生求助。长期的头部啊，去顶撞这些东西，啊，使这个地方的头皮啊、毛囊的血运啊，它可能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。它那个毛囊不能得到充足的血运啊，造成一个物理性的一个脱发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这样子。长期的倒才会导致这种情况。长时间以头顶撞异物造成头皮毛囊受损，影响头发生长。现在这名热爱铁头功的男子，为了救日渐稀疏的头发，只能花钱接受植发手术，也让他暂时吓得不敢再碰铁头功。这影片于综合报道。